大家长期的用心用爱的付出，不都是为了此时此刻我们的守护生命、守护爱的磐石已经呢奠定了在新店区。但愿我们全球的慈济人啊，在这样的慈济日，而且呢也是我们的浴佛节，我们应该要用佛心，还要用菩萨的志愿，我们要为普天下的苍生守护生命、守护爱。真心感恩，我们要感佛恩呐、啊，给我们生命中的智慧是生生世世的。我们还要感恩父母养育之恩呐、啊，因为有父母呢，才能让我们这么幸福人生。还要感恩呐、啊，众生恩。因为慈济呢是人人用心合成起来的，所以啊，现在的慈济能人人在不同的国度、不同的国家，人人发挥他们的爱心，这都是呢，所有的众生哈、哦、人人的慈济，所以我们要感恩呐、啊，众生恩。千万层，生生层层次激情，佛陀啊，我们祈祷千万声，我们心愿千万层，层层深深伤人心。
叫我自主牺牲去，叫我自强我细心，叫我自爱去相济。节持戒日三节合一，不只是台湾，是全球的持戒人都在忆佛。最重要的就是要牵引出人人的那一份孝道，这是孝亲节，不只是母亲，父亲也同样啊，所以我们要把它成为孝亲节啊，也要让人人了解呢佛陀来人间的目标，期待呢把佛法法水啦能润济群生，一旦佛法润济观心啊，希望人人滋润心地，让人人心中啊道理存在人心，这就是佛陀来人间的心愿。是佛诞节，我们呢要庆祝，就等于呢我们要接纳真理入心灵来，这个时候我们呢正是要表达虔诚的时刻，表现呢啊心灵的释放出来，爱一笑行孝行善不能等，佛恩父母恩
众生恩，我们大家都是共同日日时时都要有报恩之心。但愿我们此刻开始莫忘掉今天的前程，时时刻刻我们都要为天下而祈祷，我们要为地方而祈祷，社会的祥和，天下的平安，才是我们众生之福啊！感恩天下慈济人，感恩天下的母亲，感恩诸佛菩萨恩，感恩。